笑。爸，那位好像回来了。妹妹，你回来了。要不要帮你准备点心啊？你不知道吃饱的话会想睡觉吗？我有网络课程要上，所有人给我安静。哦，好，那你赶快进去吧。紧张到呼吸都快停止了。再忍耐一下，马上就会结束的。哎妈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？吃菜浓汤呀。拜托安静点，不知道我在读书吗？对不起啦。爷爷，我去。安静点，因为你脚步声的关系，我根本没办法集中。对不起。妈，小心点，不可以发出声音。谁？现在时间宝贵，你一定要用厕所吗？先不要紧张哦，照你之前准备去考就好。姐，我今天会帮你祈祷的，加油！加油！真的很谢谢你们，我一定会拿高分回来的。爸爸带你去，别粗心哦。女儿加油！考试顺利吗？多亏大家的帮忙，谢谢大家！终于结束啦！为什么这么吵？安静点好不好？让我读点书。又要再来一次了。